天文台星期四晏昼展述天文台最新发展，包括研究极端酷热天气对健康的影响和加强流动应用程式等。天文台指将在酷热天气警告增加极端酷热级别。我们希望在去到35度或以上，基本上已经是人的感受都相当辛苦，所以我们也都是希望是加强这一方面的资讯的发布。就好似我咁講，除了係實測之外，你啊預測入去到呢個水平咧，我哋都會係出一個特別天氣提示嘅。